我们明天呢要去排馆长的便当，好不好？它呢是属于快闪活动，所以说不是你想买就买得到的。我要拿出我的杀手锏，我明天一定要买到馆长的便当。早上8:40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各位，现在时间呢是上午10:30，好不好？距离开卖还有1小时，看这个人龙，不就好幸我提走了，谢谢。Yes, yes, yes。对对对，我多买一个啊！我排了3个多小时。啊，对对对对，1个200多、哦。你有吃过200多的便当吗？没有。赶快买我，赶快买喝价吧。对对 对, 对，好吧，我们今天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，另外一半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立马叫车，然后去 Toys 的饮料店买一杯橙汁汉。快要轮到我们了，快要轮到我们了，等了大概接近20分钟左右吧。谢谢。陈之汉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吃看这个肉，金黄金黄的，嘎嘣脆，然后沾个，我觉得这个辣酱吧，这个辣酱比较特殊，好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再怎么好吃也只有50分而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另外的50分我们必须喝一口陈之汉，啊，这个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这就是完美的100分，两种食物在我的嘴巴里面进行了完美的融合。馆长烧肉饭跟透明者饮料，我总共花了多久？我早上8点起床，到现在要下午3点了，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呢总算是来到台北车站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时间呢是大概晚上12点，对，我们明天呢要去排馆长的便当，好不好？听说一个220块的烧肉便当，它呢是属于快闪活动，所以说不是你想买就买得到的。我要拿出我的杀手锏，我明天一定要买到馆长的便当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:40，他等一下11:30开始发送号码牌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以馆长粉丝的数量。他只限量卖120个，来哦，各位，我们已经要到了，然后现在他早上8:40已经有人在排队了，目测大概10来个人吧。买馆长的便当怎么可以少了椅子呢？必须要人手一张椅子哦，那就席地而坐了。各位，现在时间呢是上午10:30，好不好？距离开卖还有1个小时，看这个人龙。不就好幸我提走了，我们已经领到号码牌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的幸运号码是15号。哎，我8:30来，提早3个小时，15号合情合理，好不好？那排了这么的长，那边应该也是绕了一圈了。天哪，我在想现场应该超过120个人。小姐，今天都卖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今天都是脆皮烧肉。谢谢。Yes, yes, yes。现在在排队跟馆长合照，必定要跟馆长拍一下，是不是？谢谢。馆长，你好。稍等一下，来，3、2、1，3、2、1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对对对，我多买一个啊！我排了3个多小时。啊，对对对对，1个200多、哦。你有吃过200多的便当吗？没有。赶快买我，赶快买喝价吧。对对对。对了，好你讲。没。好吧，我们今天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，另外一半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立马叫车，然后去 Toys 的饮料店买一杯橙汁汉，一口便当，一口橙汁汉，爽。鬼当啊！好了，各位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 Toys 饮料店，就在斜对面，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人潮到底多还是不多，好不好？远远的就看到一坨人，而且我现在手上提着馆长的便当，我去那边会不会打？这已经排到巷子里面了，我的天哪！早上馆长的便当我花了4个小时。然后我要大杯的橙汁汉。我们现在没有大杯，都只有中杯。好好好，它整条冰块。好，那这样子去冰，然后你们还有珍珠吗？有珍珠。那我要再一个珍珠奶茶。哎，橙汁汉是多少？78。啊，78。133号，有没有？橙汁，这个是柳橙汁，好不好？柳橙汁78块，然后我再点了一个珍珠奶茶39。这价位也差太多了吧？是。快要轮到我们了，快要轮到我们了，等了大概接近20分钟左右吧。谢谢。陈之汉在这里，好吧，那我们去找个地方开吃了。
万众瞩目，我们的开吃环节，好不好？我坐在椅子上面吃馆长的烧肉饭，配着透一只的橙汁汉。我觉得这是个很奇妙的组合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现在呢，优先开箱馆长的烧肉便当，好不好？220块。目前看来这个菜色有高丽菜，然后笋干，然后青菜，反正就是三个菜。最主要是这一盒啊，你知道吗？很丰盛的。这肉超多，这个我觉得一个女生可能吃不完。然后还有一包洋葱，然后还有两个酱。这个应该是沾肉用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啊，再拿出透椅子饮料店里面的橙汁汉。对，就是柳橙汁。这个价格啊，我就不好多说啦。这个应该是买气氛的，你知道吗？吃便当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卤蛋，来哦，整颗，有些会切一半片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觉得他们要220，有没有？重点还是在这个肉上面啊。我们现在吃串这个肉，金黄金黄的，嘎嘣脆，然后沾个，我觉得这个辣酱吧，这个辣酱比较特殊。好好吃。但是我觉得再怎么好吃也只有50分而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另外的50分我们必须喝一口橙汁汉。这个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，这就是完美的100分。两种食物在我的嘴巴里面进行了完美的融合，一口香肠，一口白饭，再来一口橙汁汉。好啊，各位认真讲评一下，其实馆长这个便当非常的丰盛，你花220买了，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。那肉一整包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分量超多，因为毕竟我平常很少吃便当，所以说你要问我220到底是贵还是不贵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个人是看到这个便当，我会觉得它非常的丰盛，而且是好吃的。至于后一次的这个橙汁汉，对，就是柳橙汁啊。那我们再喝喝看它的珍珠奶茶，好不好？它的珍奶跟馆长的便当也是完美融合哎。好啦，那今天的馆长烧肉饭跟透一者饮料，我总共花了多久？我早上8点起床，到现在要下午3点了，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，就为了这两个。